女孩刚进酒吧就被男人盯上，男人端着一杯加了料的酒走向女孩，但是女孩根本不搭理他，于是男人恼羞成怒地离开了。就在女孩准备打车回家时，一个男人从身后抱住了她，两个男人想要将女孩拖走，女孩拼命挣扎踹中一个男人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个保安出现，本以为自己得救，没想到这个保安是一伙的，两人将她塞进了汽车后座，四个男人在车上对女孩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轮番侮辱。男人以为女孩已经死了，他们将女孩从车上丢下，一脚将她踹进了臭水沟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女孩才被一个遛狗的男人发现，好在女孩及时被送到医院，母亲看见女儿变成这样痛哭不已，还好经过医院的抢救，女孩清醒了过来，她将凶手的名字告诉了警方，警方很快将四个男人抓捕归案。可是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，凶手家里人通过走关系买通了法官，更是销毁了汽车上的证据。由于证据不足，法官当庭宣布无罪释放。女孩的父亲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，他当庭就给了男人一拳，结果父亲以藐视法庭罪抓了起来，凶手逍遥法外，受害者却被抓了起来。母亲将父亲保释了出来，等他们回到家，发现女儿知道了审判的结果，看着女儿痛苦的模样，母亲感叹这个世界没有正义，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为女儿找回公道。女人不停地切苹果，但是却把果肉倒进了垃圾桶，只留下了苹果核，因为女人要用它为女儿复仇。四个人渣将女儿侮辱后丢入了臭水沟，被抓后又用超能力躲过牢狱之灾。女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。首先，女人找到一个私家侦探，收集到四个凶手的信息。第一个对象是那个保安，保安每天都会在大排档喝酒，于是女人叫来两个美女引诱他上车，然后等保安醒来已经是第四天早上，他来到厕所准备嘘嘘，可是他掏了半天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下面没了。保安脚底一滑，脑袋撞在水管上领了盒饭。第二个凶手喜欢健身，女人切开大量苹果，只收集苹果核，苹果核中含有氰化物，只要 1.5 克就能致人死亡。女人将苹果核打磨成粉末，等晚上偷偷潜入男人的家里，把苹果核的粉末装进了蛋白粉中。第二天，男人喝了一口蛋白粉，直接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。等他被人发现送到了医院，男人已经终身瘫痪，一辈子要在床上度过。而警方经过调查，他们在另一个凶手家里发现线索，原来女人早已经计划好一切，她将作案工具都放在了这里，又在电脑上伪造了搜索记录，这一切线索都指向男人，于是男人就被警察当场抓住。随后女人更是来到了医院，对着瘫痪在床的男人说出了真相，而女儿受到的伤害，她会百倍千倍还给他们。女儿得知凶手得到报应，她的心结开始慢慢打开，主动和父亲发短信沟通，父亲为此很是高兴。而女人复仇的计划只剩下了一人，女孩被人欺负后丢进臭水沟，而四个凶手使用超能力被无罪释放。既然法律无法制裁凶手，母亲就用自己的方式将凶手一一解决。很快就只剩下一个光头，光头得知自己兄弟一一伏法，他来到医院看望同伙。在两人艰难的交流中，光头终于知道这一切都是女孩的母亲所为，于是这天晚上他就来到了女孩家里，可是女孩家里却没人。光头从保安口中得知女孩一家出去旅游了，女人一家来到乡下度假。这天父亲发现屋子里停电了，于是他下楼查看电闸，发现电线被人剪断。就在他转身之时，光头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直接一枪送他领了盒饭。女孩刚点好蜡烛，她惊恐地发现光头出现在身后。就在这时，母亲出现在这里，她大喊让女儿快跑，自己用背包砸向光头，可是他很快就被光头打倒在地。他用塑料袋套住女人的头，很快女人就没有了动静。光头赶紧去追女孩，可是女人并没有死去，他憋气装死躲过一劫。女人赶紧冲到外面去救女儿，可是光头出现在身后一棍子将她打倒。他拿出手枪准备解决女人，危机时刻身后传来一声枪响，警长赶到了这里。原来警长一直知道解决三名凶手的是他，他把自己的枪交到女人手里。光头向警长控诉着女人的罪行，女人却迟迟下不了手。就在这时，女儿出现在这里，看见女儿的女人眼神变得坚定。至此，一个母亲的复仇成功了。影片告诉我们，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，正义不会迟到。喜欢的请点赞关注，我是金乐，我们下次见。